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外乡支持的，咱即马倒腾来了，伊往教咱原话背啊哈，咱啉一嘴啊茶休困侪了啊，这个心情较平静嘞，咱来讲一个较轻松的啦。你莫讲到强匪啊，佮讲到这个哦，袂使。卢秀莲来我家讲哦，伊讲你袂使讲人强匪啊，因为人哦已经十几亿吼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联合国有一个设处的吼，啊你袂使讲人强匪啊，爱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尼哦，安尼爱安尼讲啦吼，好啦吼，咱这个暂且一边啦，啊已经七十外冬啊，啊阿妈娶着八十岁阿妈娶着啊娶七十外冬啊，唔是讲你今讲伊卖娶着伊都袂娶着，唔是安尼啦吼。好啊，咱即马阁继续来讲来讲，啊咱诶、有些人唔知讲咱咧食迄个叫安怎叫巨峰葡萄了，足大颗呢。哦，都红，嘿，啊，安尼粉粉安尼，伫个底呢，伫个迄个南投，要去信义乡啊，信义乡，吼，迄个罗啊呀，有迄个唔知啥物啥物溪，啥物丹啥物溪哦，有在啥物溪就开始就有啊。诶，该站遐几米拢是拢种个葡萄，足济啦。嗯嗯嗯，那是我。正嘢安尼，系啦，所以讲当初这个袁月伯啊，伊去做兵退伍回来，啊，伊一个退伍做伙做兵的这个朋友讲，伊要去山内要去发展啦，哦，啊发展山内做啥呢？种葡萄嘛，啊，你家提供宝贵的意见，好好，啊，这段你来讲，迄葡萄栽安怎来？我本来原因哦，我的民间生意人真换贴的。啊，左边这阵啊换贴，那两阵换贴的。啊，这外面的葡萄基方的上大粒哦，超七十公斤我有吃着。嗯。迄阵啊，阮隔壁啊。咱讲基方就是讲巨峰葡萄的。黑的。黑的，嘿，巨峰葡萄台湾的，黑的。大粒的，大颗的。哎，我食了，你看我食了，怎样就倒液啦？因为大中以北拢食清水，我有饥荒的啦。哎，嚯，迄水质的关系，那足酸的啦。嗯嗯。啊，若从我关卤水溪出来哦。嗯。迄个一饥荒的葡萄就甜的啦，一茶几也多咧。哎。迄茶就整只茶五多啦。嗯。啊，遐个我唔要上赞的哦，啊，佫无赞。嗯，伫南大关信义乡遐哦，遐地方过啊赞。嗯嗯，迄本来我换贴的啦，啊，因阿姑伫迄伫迄运转信义乡这边运转，哎，改赞吼，更加检查身份证安尼。嗯，迄去看去个运转啊，一直拢葡萄的啦。嗯嗯嗯，安怎正阿姐伊讲啊？你去那古遐，求发展，求发展啊！阿狗讲话，你有实在种葡萄人无？安尼，我有啊，万宁迄个大川遐出名迄个文化条建筑者几啊家的。啊，迄阵啊，那个信义乡遐，迄落遐也未人开始咧种葡萄。啊，未，拢未。哦，好好。哎，伊讲要一百丛，我叫我种换贴的，哎你。种百二丛啦，讲啊过年过春天也不易哦、喔，你即个靠你来采种安尼啦，啊过年过节才合理啦，啊即爿甲讲好啊，讲甲发百二丛啦，啊甲春天过了，我来叫三车，较早我倒买三车，大牌货车，啊贴百二丛安尼，啊怎好再去信义乡里做运转呀吼，哎，遐就是。看去，葡萄拢是就是阮乱贴的，啊叫即摆叫繁荣啊，繁荣。改好名，好名叫繁荣就对啦。伊即摆就原来伊真栽种，就是讲你给伊这个葡萄栽，这是一个你的动作。啊，但是这葡萄栽唔是讲给伊，就咱就葡萄人啊食呢。嘿，爱种，爱拔草啊，爱家施肥料，啊家种枝，爱家照顾，家打病，家安尼，吼，这吐纸啦，啥物足够工的人哦，迄就是苦心，苦心葡萄，从哪枝啊呢？这大坑，哦，还大坑啊！哎，那大龙关的葡萄啊，我乌个遮样吼，啊，从我关迄种同款的啦，遮样，
啊，伊啊，那还够静安尼哦，个冷，伊晚年气候，甲台中一年收两届啦，啊，伊啊一年收一届尔。哦，好好好，还姓余的嘛，就是干的。哎，较冷啊，遐个，遐个气候较冷嘿。那迄荔枝啊，大粒。唔，荔枝大粒啦。啊，我是，伊是要感谢我，我伊发财成功啊吼。嘿。化气拢是啦。嘿。啊，都完全叫你来我家来耍佚佗啦。啊，你若要阿伯要。一老要念粉哦，我怎互你起名啦？吼，要念粉。叫人哦，唔好啊啦！即摆咱满山满谷拢是寺庙啊。哎，经过几年了吼，你要感谢我，找我，你万人叫了换条，啊，咱你往回来转来吼，将伊北部啊，转来佮讲着讲，我咧思念伊啦。我今日成功娶两个某，啊，土地要足济种。拢种个即个地方个葡萄趁钱啊！你感谢我啊！我来搬新店，啊新店遐遐胖店讲，伊招伊咱遮讲要去信义乡两台啦。嘿，我招伊咱遮，我现车咧，我是烦恼啊！我招人去嘛会吐咧。我明明找着，我交代伊主办单位，讲恁两台原车你早要入面哦。你若到饭店遐靠即个朋友，我的朋友，繁荣。你若讲哦，我袂来，啊，我袂当去遐找伊哦。啊，伊来，我来代表甲伊谢谢安尼哦。伊去到就讲去饭店找阮朋友，啊，怎样讲？你明早几点要到遐解站遐？哦，真正遐解站遐哦，啊，检查用几点到遐？是檢查站啦，敢若要辦迄落，咱要去深山那來吼，愛有迄個換證啦，就是講身份證要登記，你幾個人入山，啊幾個人出來，安尼伊愛算，愛算人頭，啊萬一若碰見一個，就安尼底下未出來就害安尼。啊伊咧感謝我，佮買兩台迄道甲遐，甲只動力鳥。哦，伊蛮足济俩，迄大家拢济人，人一箱一箱安尼吼，一箱罐咧炸进五斤咧吼，啊食啊种河酱一罐，哦，特别泡面炸俩，免钱，唔来伊咱食，伊拢食拢就45个啊，系啊，啊济拢一罐，几百外箱咧，系啊，啊我吼，讲要互囝啉完未哦？迄大箱的啦，炸箱。啊！你准备要结账？我咧结账。哦，原来伊讲，然后车转来呢，伊讲哦，这饼我，偷懂，人偷懂，老少繁荣，传两个某俩。什么拢乌出来哦，你都好啦啊。哦，对啊，哎，炸箱哦，我一箱拍开一看。哦，走了，足甜，逐个拢足甜的啦。这表示讲你这个朋友外号叫繁荣这个吼，伊原来有用伊的心下苦功来种这个葡萄，这个饮水思源就是你家提供伊百几丛的这个葡萄栽，吼啊，佮对伊的生活有所这个互相通、互相包容、互相照顾，安尼好朋友。卡那是罗汉卡，才变繁荣。我足有钱啦，赚两个某爱赚两个。哎呀，葡萄公啊，啊你来，即阮大伯来食袂着。啊，家庭你啊，我是恁狗人，青只都无够，那我娘来买给你。是啊，出面头买都无够。到这啊，你要感谢我，因左边我转来转啊吼，换贴的，咪讲啊，你百二张，好，伊罗汉卡无错。爱那古地呀，对啊，啊，全办上去种呢吼。所以讲，福建呢钱赚足济啦。是啊，所以讲，咱啊，袁月伯啊吼，你会当帮忙着你的朋友外号，即嘛买啊，搭好个外号，就是你做兵的朋友，买啊好搭外号叫繁荣吼。我想遐拢足济原住民啦，伊搭会号这个名啦，够心实个吼。伊要落地生根，啊，搭号这个名咧。哎，讲伊啦，伊繁荣意思讲。
遮个所有山顶拢伊专业啦，系啦，伊买啊种足济，啊人请足济啦，啊娶两个某，又叫我去去啊去，去念经啊要山创计划起庙。对啦，伊好意你绝对唔能够起庙，台湾会叫一庙阴死。还是，是好啦，咱家足感谢个讲吼，咱阮个伯啊，甲咱哎呀，这个姑娘讲吼，你唔知讲。信义乡的迄落飓风葡萄安怎来？源头就是为啊，咱关怀伯啊，遮伫伊的外贴的遐，吼安尼家移煞过，啊经过咱番王神拜呢吼，啊苦心来种，啊咱即马遮有法都买着飓风葡萄大大粒的安尼，唔是外国进口的迄款的大粒的哦。吼，伫咱台湾，乌混混安尼，吼对无？哦，安尼。你讲真的。嘿，啊，这个名，这个叫爱台湾的葡萄啦。好，啊，咱今就感谢，感谢咱诶，关怀伯啊，吼，啊，搁互咱啊，变作弄大家拢会当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。啊，咱台湾的诶，这个气候呢？好，啊，搁热，大家爱小可注意一下安尼。好，感谢各位。哎。大家看咱这面试的啦，哎对对对，爱看正经现实批，暗时啊八点到九点外呢，到十点，到十点哈。我拢特工看，哎，张东杰我听着，哦，准备两公，哎呀，毕业就是安尼。是啊，啊，因为我暗时啊，我无多看，因为我爱做工课嘛哈，啊，我爱上课，啊，所以讲我拢透早四点起来看到六点。安尼有对不起彭批无？应该，应该有够啊啦哈！好啦哈，啊，咱今日到这啊，感谢咱啊，关怀伯啊，甲咱分享讲头一个讲啊，这个要关啊变总统的，就是中国下令叫国民党啊马英九呢吼来关啊变总统。啊，即卖呢新的政府呢，佫接续落去，佫继续关安尼吼。啊，第二段就是讲咱讲着讲这个。飓风葡萄，信义乡南投县信义乡的这飓风葡萄，这就是咱关怀伯啊，伊当初吼嘛、哦、是良心计较安尼来，吼来斗三工的，啊今仔咱家有通啊，食到迄个大粒的飓风葡萄，啊感谢关怀伯啊，谢谢。